帮我露一下你的签名。可以。哇。这本是什么时候发的？这个是2020年吧，对不对？哇。第一本的时候你就立刻买了吗？对啊。然后现在2024年了，才有机会签到。我也是。帮我露一下你的毛巾好不好？这是什么时候的？去年冬至。哇，那你怎么买到的？在这边买得到吗？不是不是，他们会找代购。哦，代购，代购是我，代购在这边，就是你。对，代购没有钱赚的。这个是今年。哇，那你从哪里拿到的？抽奖哦，就是你抽到的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他，没有他的签。对，我少签了一只。啊，少签一只吗？然后被他抽到。哇，刚好没有他。你再密我们，我们看有没有剩的，就再寄一次给你。哎呦，再获得一只。对，再给你一只，我们补。哦。我们这边要公开说，是真的奖品都有送哦。有哦，看，帮我认证一下。哇哇！第一期，你生日快乐，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生日快乐！Thank you.